听啲声话真善，红响声话啲开。各位孟子豪欢迎收台，天天学声话，做咩为了上阵事？可时想，落街噶啦，介绍就系见咩声话，做你话拜。金葵从爱出什么流行方，如何搭配正时想？很多装饰有好特色，上北开花，落卡北台过，马上开始见咩嘅天天学声话。昆色好啊，接的好，我教到叫哪只亏着咩？啊，昆呀都接好嘅，好就停了来调色。啊，爱拍戏二零幺五年，能爱嘅刘建文叔，今头话岁得爱好是棒子用命。哪只嘅文妹用客，将专属两世嘅岁日嘅最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特色当那个镜头甲镜板，那么伊自个中空爱爱看呢，甲以往不单个地方呢，就是伊介了这个甲外套个链接，那么伊这个中空个链接呢，就应该了咱以往中空爱个咱足筋部分，就是咱穿起来自个遐，它这个有牛，应该了自个遐小块点细咱个遐，自个卡呢穿起来更完美，更为性感。所以戴件跑鞋可谓是百年来必备单品，无论是搭配小身短裤，还是半身裤，绝对是气质十足又不失优雅。走店门口的两扇，一面闻落件跑鞋带外的气质无变价格，身着少方衫、硬皮裤即可轻松同化。今年的春晚对白，老孔孟西的技术浅浅指点，甲其他材质相比，孟西如今柔嫩、透气加雅，独显松嫩气质。那么孟西的特点呢，就在于咱爱卡的肤色啊，有小瑕疵也好，或者是单了肤色比较细只啊，或者就是卡又肥也好，又瘦也好，伊都变加改掉。伊今年黄流加了，咱只改比较。青色、红色啊，就是乌红这色哦。咱穿起来就是热天时阵，脚多裤也好，裙也好，伊能够衬托了个开肤色，洗了脱起来也是更会完美又小嫩精。松色的樱花相互平置，色彩斑斓的图画动画也是充斥直播亮色。先要请出各种美丽的颜色，切又莫错过。不单系樱花黄色，那就包括那个图画也好，那个小翠花也好，伊都是融入了不单系风格，将咱也非常好搭配的衫裤，因为咱春夏嘛，衫裤也相对比较多彩。那么作为这只土耳其黄色呢，伊搭配衫裤起来呢，有让人比较会松嫩的感觉。那么伊房屋呢，就是到整呢个整套个东西呢，伊就增添了解自己房屋。那房屋就是到咱建的时候要买改那另外布点，咱搞咱个卡子，起个保护个作用。即使是普通个市区外，也因为有了小小个硬骨，增添无疑。就是看起来比较青春活力个款式咯。因为加入了咱自己小红灯来装饰，看起来更显活力。那么自己看起来见就舒服啦，就比如当咱去剃头啊，去行过地界，再来见伊是脚根本是灵活大个。为了配合从自己人文氛围，我带也一个往自己单调，变个气温真红清。那么咱今年个单呢，就是得了咱自己大单、板单、甲板套之外，那么今年个单相对以往咱个板单呢更有特色。就是咱加入了金属个品质，使伊整体看起来比较有立体感。房屋直插加入了水漆呢，都要加砖啊、加柱的话，就是袂比起以往无遐呆板。配起蓝灰，做滴贴布倒倒灰，以具备了个性内情、时尚底料等特点。关于切加回袋，适合整衣是非常的。这个色素呢，就是那个藤果色哦，比较亮色个。
那么房屋就是伊一个段，完全会是有两个就是咧在后脚顶也好，咧就做你后头哈，完全会是两个。我伊个外段呢，就是是只个顶顶个段，就是有红毛段。那么伊房屋加一个啥就是比较丰富。大摩兄，你当来买个大电视，就会七十寸。七十寸，有滴个？点滴啊，在嘛？伊只当后来进了装修。我来去买个呀，八十寸啊！老啊老啊，八十寸较大。这个爱啊，哎呀啊菜头香伊吼，买个七十寸，那就冇买个八十寸，因为佮佮三十哩。现在买大电视上来，佮电视系十八阳台，还是呐？后来头客厅睡，爱十八阳台啊？瑞，这佮人晒我个壳子啊？客厅客睡了冇晒大电视，可是啊，即只隔板子吼。所以呢，不会惊，唔会得，硬好就大就好，还是得贵就好。你叫大家装修咪惊，欧式小格豪华，东式小完备啊。但是现代装饰有现代装饰好处。就是啊，那个装饰有半个呀。不会得，一老简单，同你嘅现代装饰风格灵不灵，打动了。嗯。新来改装的行动风格，应对求时尚潮流是比较受欢迎的这种风格。伊包含了橙红色、海盐红、杏叶色、印象派等不同的格调。在今日日头直播在平板面的夜平板，注意明快的叠山感，呈现华海的颜色搭配，呈现到时的流江的另外这种时尚港式格调。港式风格呢，它主要还是以一个块面啊，大块面的一个设计，它没有很多色彩。啊，它一些简练的一些线条，包括一些颜色，它只是不会太多一些繁杂的一些颜色啊，主要还是靠一个灯光一个软装，啊，包括一些大气的一些造型啊，简单简练的一些线条造型吧，来处理一个整体效果。香港艺术呢，设计潮流多以现代为主，大多色彩内置，缩雕更多，为规则就艺都市生活打造出一个绚开更荣。直头夜冰冰的色调，只系用以白色为主，面色为虎，红杏却又不失整啲感。红达嘅配置所绘，白字嘅所绘背景，晒格式充满绚烂红灰。包括沙发背景，我们是用一些科技木面板啊，这个也在潮流也是比较用的比较前沿的啊，起一些线条啊，以这些线条来划分一个层次，一个立体感。当客厅嘅主光温室嗰件，是个是平起了火烧嘅大吊灯，除咗推子。暗藏灯，只系独特嘅色泽突破了社规。我们没有一个主光源，主要都是一些辅光源，来打造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它这样的灯光的氛围，能达到一种温馨的一个效果啊。客厅甲餐厅连接嘅玄关位置，是嗰只餐饮看住食隔板。玄关呢，离这个大门的位置呢，还是比较逼近一点。所以我们在处理鞋柜的方面呢，我们没有按常规去做，我们是靠墙，也是根据因地制宜来考虑做一个旁边的一个壁柜。我们的材质呢，以整体的色调统一，不会太复杂。也可以相当是一个隐藏柜了，我们把它处理成。玄关这一块呢，还是跟那个背景呢，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一个色调，一个颜色，都是有一定的联系，这样显得空间就比较大方。主持别固执的处理到板关的小粒石柜子，随处可见。我们右手边这个鞋柜呢，同时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实用性，就是备用的一个放鞋的一个区域。它同时呢，它中间呢可以放一些装饰品，可以刚好对应这个过道，形成了一种装饰的一个对景的一个作用。餐厅的石柜当然使用了白板装饰前面，甲客厅背景呼应的同时，也强调了讲夜热不讲冻的特点。当然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呢，就是起一些线条，来体现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造型，体现一个层次感，对，达到一种简单大方的一个跟我们整体的一个风格还是比较符合的。对面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过渡了，它也是一个比较选用一个深色的一个科技木啊，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动态空间跟后面的一个静态风格形成一个空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区块啊。紫斑古壳马甲书材傲展古村，更美的结构独出视线光亮，华海整体的空间感让人心清如快。这个书房呢分为两个区域啊，这边呢是一个写字一个工作的一个区域，然后靠近尾端呢是一个多功能区域。这个多功能区域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喝茶下棋，平时也可以接待客人，当一个客房的一个功能一个区域去使用。
主要认识客厅爱情线格调，更多通过夜爆顶光以及更结界层边的古典曲搭配出温馨红灰。主管的喜欢疫症更结者之爱更适合的不妨告车轨装饰夜冰冰沉冰吧。合四聚，贺新年！潮州移动机会连连，购明星机办理88元以上4G商旅或上网套餐，最高送3000元；购大众机，老客户最低预存99元，4G手机免费拿。移动真4G，拓展市场空间，提升规模档次。潮州电视台展会活动移师潮州国际陶瓷交易中心，辐射湘桥、丰溪、古巷、凤塘等经济发达区域。覆盖高消费力人群，尽享人气商机。2015潮州春季商品交流会4月强势登场，完善会展配套，全媒体传播互动，现面向食品、手信、服饰、家居家具、婚庆、交通工具等行业招商，邀您共同打造潮州人自己的春秋会，重写交流人气传奇。招商咨询热线2180030。这回的后生帮呢，可能就唔知啦，咩叫叫狗溜溜？我了会知。一两年狗我差唔多了，系咪啊？好像是末节要平复的时候呢，狗溜只大做一只噶，就到大改顶个狗。开只咩交流会，学最商家就全部集中到个，所以咱就来买物件。一来呢就直车，有边包拉部物件全部买搞，二来呢加资又要开，是吧？一个六检视检质，爱部物件应该拿有资有物件买了，但是爱直暂时高足啲喎，开始人面啊机会点有啊，遐在各朋友交流条为大家节省宝贵时间。应该大家也是有喜欢来。正是这三个口乐，所以电视广播电视台呢，爱各朋友之间充开个交流会。哦，而且到交流会期间，大家就不会当有卡行步过去了。广州啊有广交会，咱电视呢有电交会。4月8号到10号，电视广播电视台将到我新奥的这个国际投资交易中心，举办一个大型的春交会。那到时啊，这个唔管是有好食有好耍，好学习活动可以参与。现在呢，交易会已经是进入了筹备的阶段，希望老家就上接来去，再来去探下行情。地州各自投资交易中心，趁能拢无车红了，伊就到火车站界附近，市区开车10分钟就到了。地车地州界村交会仪式搞这个，十个记者最大的体会就是地地硬件设施的提升。伊做参加电话上交咩个？提示膜嘛，但现在唔便宜了哦。大家等看下，我了解更结构的玻璃大板，无论是透光落好，农民人群落了。以上活动更设定区贴有6000平方米，为参展商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规模跟硬件拢比以往展会建了一个新台阶。因为有电池的支持，目前展会的规模提升是够明显的。遐展出的行业也是丰富多彩，即对有食品、休闲、无烟饮品、一扎百货、家具啊、装潢啊、设计、家具、家用电器、摩托车、坐轮车、二手的汽车、风景车位啊、风扇业呀，及每只。等等，它可以说是基本就包含了消费者日常生活衣食健各个方面。届时，首届参展商将会带出大型嘅更结构玻璃大板台杯，以及独立嘅玻璃顶板控区进行双边展示。为了让消费者有一个更好嘅观点啊，消费嘅体验，也五日前把将参展商划分成7个不同嘅行业区域，彼此独立。消费者届时到此来自个时候，将会一目了然，非常清晰。除了宽阔的场地，这次灯会还配套有大型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这次灯会呢，停车完全不成问题。大家能看，有这个400平方米的超大型停车场，遐车时间真哩遐，哦，真很快就时间就唔了啊！而且我是无少数真无会员个。目前灯会已经吸引了不止参展商报名参展，届时能将带来最新的商品以及优惠活动，绝对会让咱眼花缭乱，惊喜连连。大个山坪上伫景朗经济投放啊，辅助坪，你到特色界个山坪参加参加一个灯会，遐灯会期间话是景朗投放，我再策划台更大优惠，请广大家遐消费者市民到自家个会顶个购买个冰箱。从第一年啊，风景中心呢，大灯会期间会为这个新进推出这个特惠个套餐，遐例如红色节啊，我用是这个
落地多接送这个九百个现金后三千八百八百个大礼包。遐现金呢，我有或是抽到个里边个发放后，这个遐参加100%的抽奖活动。米生爷，你这个订婚让你心动了吗？我不了，让你心动个，我有感觉错。今次投资个歌牌活动除了上届个促销之外，电视台呢还将投资个歌牌多点庆典活动，有做天安见面会、上海文化节文化演出、民生直播室拍开版个个庆典小七零入面活动，另外有互动挑战。如果心动时个参与的话，就记得继续关注我个后续报道。第二条报警就是行尸上百，即行尸呢，行门公司嘛，水尸如何来同？叫做上百。乐卡北台过咧，有人啦哦，就是边间唱得错，白米超嘛。哎，唔对吼，上北是上北，白面是白面。是是是。哦，呀，咱只个航空公司呢，到这种就引进了河南界青北登来整。嗯。啊，一登来整之后呢，所以呢，就青北会开花。哦。一开个设置来本来有阵个记载。嗯。那登起时啊，航空公司头先让青北也是开花的位，花个几个登面。啊，咱这个学者去考试，动起来难受呢，是有关联的。花间就证明到和你，动起来难受间，学者成绩好啊。如果花间证明到和你呢，有病你病眼当你家姐，其他又交流，行尸前不开花该开着了，今年该花开间还是开着，你信不信？来去同一只呢？如果写错就慢慢参加个天人推，有了来去。航空公司上榜以来，即阵阵上潮开出了吹力界新血，力气而败，五档大涨界小翠花，斜斜点点，每方吹过轻轻摇摆，时不时飞来挂只唔爱界蜜蜂，似乎落雨难破雾。那我上班问你是从你是个时候就开花，伊个花非常特别，伊是个伊个农业当时出现个，所以比较容易发现。你话回去也会写多。差唔多成直踩起左右，每一张开会时间五单，所以就只陆陆续续开有并持续解决。到上百年来，有三十个镇上百是从杭州嘅故乡河南移植过来嘅，朝令上大嘅有150多年，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家己精心培植嘅有30张左右。今朝日上百年来，上百树吐出了新力，开起了花。遐多只个看着翠绿的上百树，在听到清脆的叫声，感觉心情非常愉悦。民间有这世界传说，上百开花的季节，可以儿时等你开个考试，录取录个高低。等你行入正个阵，上百伊有博人别之外开个个兴盛，行个阵树会开个呢，人家也别就学着动个难受，也就个。哦，都是最近喺春末时代，乾隆九年，尤其是十年，佢整年佢又会去食黄星，左右能全声嘅冷面，全声群抽着出骨来能结灯，只个可开始从上北嘅开花嘅一个盛况，等你能别住为黑色直棒冻了20年。到3月18号到3月22号，航空公司将会举行为期7周嘅行尸上北开花，邀请前面更新上北开花嘅美景。就是每日经过不单个嘅文化活动啊，比如叠叠脚票准点，黑福立点，幸福电视准点啊，古镇准点，好也同游准点等。到上北开花期间，每日在集名告别，进行航空公司景区嘅游客可以获赠景区赠送嘅整梅里边只红旗灯，包含航空公司上北市。吉林红线到每里个上北花，有丰富精彩个植物剪影，电视机上个乐才不会买错过。好，咱今日七月三五起就将个调开啊，上北花花来开模式，欢迎电视机组个朋友来参加。听住我电视机组个乐感兴趣个话，不妨拨打银接线电话1888-0768-8666来报名参加吧。时光在脸上倒着走，年龄根本不是问题。Olay 大红瓶，焕活元气细胞，肌肤细滑紧致，富弹力。四周挑战逆转十年肌龄，新生素颜系列 Olay 最美的你。挑战再多，压力再大，我都轻松在握，头油从不担心。海飞丝去油系列，长效去屑，更深层去油，去屑又去油，当然由我领头。
巨蟹实力派海飞丝，栀子花的自然香，我能让你天天闻。来闻闻这个是什么？还是栀子花的自然香吗？不过我更喜欢这个。自己看啊，衣服啊，太子新上市洁净自然香洗衣液，嗯，味道好清香，能洗干净吗？哇，脏东西都出来了，嗯，真是又干净又清香，一步到位。有太子没污渍，保洁。宝宝整晚安睡，怎能受到打扰？尿湿当然更不行。帮宝湿使宝宝屁屁保持干爽，让他爱上整晚的精致睡眠。新升级帮宝湿超薄干爽，特有双重舒爽芯，吸收更快，锁水更牢，干爽长达12小时。新帮宝湿超薄干爽，关爱安睡畅玩。保洁。但无阿兄弟一家出来行小丢，甲对门关破门卡过，通知单一打，西装满头30，穿一只件五块，直接冻住去。记住阿兄，要追梦拉皮。你属于小兵啊？做斋，同我讲去。就是水一点，是水件西装30，水件穿一五块。免得不会偷西装，不希望你这做保证实力，做你偷西装啊，啥咁样啊？明天第一我就知，会是转亏咯，吸你大金价，是啊？吸你呀！你过一段时间，好俊男甲对阿李健先唔卡过会啦。哎，几百点妹出假资，更都不会借啦。一日卖唔相信，真实有只澄清，因为呢，冲在时候呢，你要够勇气。啊，够资已经是够了一个低谷了。冇得，一时间只会啊，有资有时间了，你来错峰出镜。直头也偏手偏埋，吃亏噶。你但究竟这段时间有啥物好嘅旅游线路呢？从天出腰啊，那硬要连开一个组队，就是社会。因为现在来到这大波嘅油菜花海，大家能可以通过先哦，成片嘅油菜花，真是开心呀，开心好台。呀，花啊顶边吼，直接一只阿鼻喷，落背来背去，让人感受到哼哼痒痒嘅春天终于来了。洋葱沙粿、白沙腿肠、明影菜脯，每不胜烧。一路五色过来，会海带杯广野变黄，能大餐更早，犹如画当腰。云山天天有400-500年的历史了，就以前都是种水稻的，而是4年前我们就上季是种油菜花，夏季是种水稻。现在2月底跟3月是呢，油菜花正在逐步开放，现在正是时候，现在正是花海的时候。我们总共梯田有1200多亩，当然现在主体的梯田就有600多亩。白沙界油菜花腿仓脏脏塌塌，没乜景物，加樱沙更水，承诺人家互相辉扬，就叫南岗新景第一。它本身有自己的曲线美、层次美在这里面。所以就看起来是更加漂亮。就兴起的介花海吸引学就要剧学成了了，任何色彩介服装，罗剑层层介油菜花背景衬托者，拢非常协调引人。导致世界情景者，而天落五级的直接混闹，静清透水，文化放松，无边遐写。对出来也是听到自己顶个油菜花开的过梦想，过呀，并就是让咱家己心狂心意啊吼。那个就现在刚好是春天嘛吼，走出来，那个心境之间就是非常自在的吼。我年年都买，我年年拢买啊。整理这个环境，油菜花你每在角度来拍，人们去接受都接受的。我认为是大正是大自然啊。现在我来到这北后楼阁，大家可以看到楼阁的楼板有高层高向的骑楼，只要骑楼听那是建于前世纪16年度，已经有一栋历史了。而且听本地人介绍啊，这条楼阁有非常在地特色小吃，那现在就来个吃吃。北后楼阁又称为骑楼楼阁，位于大埔北后店，全称直菜外卖，拥有各式骑楼80多栋。这座骑楼建筑既具有中国传统嘅建筑特点，又充满西方建筑风格，睇起来非常特别。这家挂布店当然就被一阵奇怪嘅声音吸引住。师傅，这是在做什么呀？薄饼啊。薄饼啊，那为什么一直这样打呢？这样才能把它的面粉的筋度打出来。哦，那这些面粉是怎么做的呀？
就是加水加盐，反复这样搓出来。八号薄饼是大埔有名的红米小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依家制作工具包含了切、敲、钻、剔、刨、包、搞等工序，并且融入了滚雪石、机盖石及粗皮石。同样个的，做薄饼同时学轻卡，也是来先切者。不是整个放下去的，是空心的，这样拿着。用力按的是吧？按劲放的，劲了，手指有劲的。发现师傅弄起来挺容易，但我弄起来怎么那么难？我是在西北出手，哈，西北个饼造型大高，我饼造型细高，而且高应该写条板耶。落后个饼皮会写薄，包着红布个馅料就可以响应。时光妹啊，就是我做早煮食个劳动成果，这卖可以讲生得赢赢赢赢，我相信啊，口感是袂满啊。我喏食个皮就甲你煮热两热，口感我是袂满。过来食个皮我是唔拉个，食落来咱个鲜鲜西北做来。其他款有豆干、有奶、有豆干，咁正夹食，食起来非常好食。牛舌棒直流落来，竟是偷得字系咩啊？难道是夹牛舌棍吗？那就不是解个了解咋？牛舌棒也是当地的红米小吃，因为老北京兴盛牛舌，热客家人习惯将粉称为棒，因此称为牛舌棒。初初托伊去，伊甲爹舅个姜饼衣学相识。当地人很快将牛舌棒烫熟捞起来之后，也只个生用热炒调味，再配只个豆油、葱花、胡椒粉等，就可以食应。来到这阿爷，真是温泉直流街，看到非常多个温泉酒店。那不知道小胡啊，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温泉酒店啊？其实我们这个向阳镇的话是属于温泉地带，我们泡温泉历史的话已经有将近400-500年了。那像我是泡着长大的，那我们这边的温泉呢，温泉水的话是弱碱性水啊，对皮肤非常的好。嗯，那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想迫不及待想去泡一下温泉了。走吧，好，带你去。客到温泉村，占地900亩，是一个以温泉养生、喜爱度假为主题的综合性旅游度假村。温泉区内设有60个露天温泉泡地，分为土楼红清民宿区、温泉泥流区、热流区、河流区等等。啊，它就是按照我们这边当地的特色，就是土楼，来按它的那个土楼的造型，我们设计了一个蒸汽房，一边感受这个我们的温泉文化，一边感受我们这边的客家土楼的这个文化特色的加料区。然后每个池子的话，它是放不同的这个颜料，比如说像那个当归啊、红酒啊，还有桂花池这些，就是用这些药理的作用来舒缓一下我们是那个身心。湖内还有半个漂界温泉游泳池，价值同乐园，让大人老小拢可以省尽兴。这个水的话是保证每天都会更换，而且的话，我们的水温的话都是自然降温，绝对不添加任何一滴的冷水。那如果说添加冷水的话，它的池就会长那个青苔，啊，对，所以说我们可以保证保量，而且我们这边的温泉水哈，泡完以后我们的手不会这个起皱，不管您泡多久都不会。其实到福建乡野，得了红布界温泉镇温，还有风格独特界土楼建筑，满满的珍物，能在继续听游。本期界珍物最有欢是刘哥嘅，刘哥成日都冇了解就系满一只天师嘅烈照嘅多千年界逆茶行情。愿怎么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你既然无心，我也该放手。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火照来自红黄山，依家功效不直观。结束每朝这里，我对我有神秘惊喜。
平地生活真心，弘扬生活智慧。感谢你收看《公司界》，天天好生活，我们呢，咱将走进和平，希望的产业。来个开天窗，我们再会，拜拜，拜拜。